你还好吗？嗯，我跟达都可想你了。我也想你们。姐，宪兵队给马彪的人到处抓你呢。我知道，你不用担心。振清，你跟大伯说说，让他把上行的药卖给我。 这事儿不用跟他说，我就能做主。好啊，那我就跟你谈。姐，你知道这药卖到前线的后果？日本人就那么可怕吗？我不是怕日本人。那你就把药卖给我呀。姐，我不是不卖给你，我是怕毁了大伯一家呀。 好，就算我提着脑袋卖给你，姐。可是你有多少钱啊？你能买得起吗？你有多少药？40件。什么价？一口价300000中央银票。300万？你想发国难财，教导员，你回来了。月兰呢？去她姑姑那儿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教导员，你去哪儿了？ 我去看我达去了。你这是违反组织纪律啊！不看父亲，我算什么女儿？这是特殊时期，你就是去也该。干什么？我不该有看父亲的权利吗？我是怕特务盯上你。你达还好吗？ 你见到你大伯跟弟弟了吗？我大伯不在，我看见我弟弟振清了。你一定是和他们提药的事了吧？你不说我也明白，碰钉子了。 林秋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出城了。你出城你也不说一声，三爷担心你就去找你去了。我在山坳里啊，发现了一个日本人的据点，不过距离太远，我没看清楚。我打听了一下。
听放羊的老汉说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的工厂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是杀死四爷和工友那帮日本人？离城多少路？大概有30多里吧。咱就把它给断了吧。先让天宝跟三爷再去看一看，才好点儿。贼不走空嘛。好。哎，杜正。嗯。何家兄弟看到你了吗？没有。上次何振山去月寿堂找沈掌柜，我躲在后院里了。何家人呢，还不知道我在山西呢。咋了？出啥事儿了？我想把何家那40件货弄过来。你打算要帮助何莲了？嗯。不过这件事情，只有顾掌柜和你知道。嗯。为了保证何莲、月兰和咱们的安全，你谁也不要告诉。明白。还有，不要让何家人知道你在这儿。好。谢谢啊。七哥，我最近觉得挺奇怪的。怎么了？你说我们好几个联络点都被日本人给铲了，为什么马主任那儿却毫发无损？这话什么意思呀？我现在也开始怀疑马主任。你这小丫头啊，都开始怀疑起老革命了。哎，对了，最近你那有没有杜仲哥的消息？怎么了？又开始惦记他了？嗯，也不知道杜仲哥现在哪儿？嗨，他呀，估计连你的忌日都给忘了。你胡说！小姐，你等等。臭娘们儿！哎，云霞，咱们俩把酒杯举起来，一起来敬二爷、三爷还有杜仲一杯。哎，干嘛敬我们啊？主要是感谢二爷还有三爷这么多年来对我和云霞的照顾，还有很高兴认识杜仲这么一位好兄弟。来，好，这杯酒得喝。来来，好。叶掌柜，
马彪带着几个人闯进来，说要见你。把他们带到客厅去。哎，他们是来者不善啊。云霞，你去看看有没有鬼子跟来。哎，你们吃着，我去应付他们。不，天宝，你们来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好的，听我指令。好。马队长，我请你喝一杯吧。我喜欢喝无色的。马队长大驾光临，不知道有什么事情需要我来效劳啊？林掌柜，我知道你和城防司令公子的关系不错，生意来往频繁。我明人不做暗事，我想问问你，是不是有个叫何莲的来过你这儿？马队长的消息够灵通的呀。我手下的人不是吃干饭的。没错，他是来过。他是来买药的，对吧？马队长，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？你跟共党有勾当。收起来，姑奶奶不是吓大的，你该晓得，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吧。马队长，四爷把药卖给了你，我哪有药卖给他呀？更何况，何莲找我，也不是来买药的。叶掌柜，何莲是共党八路，你清楚吗？他是啥跟我没有关系。马队长，你想咋样？我不想咋样，我只想知道你和何莲到底是啥关系。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他来找我是来报仇的。报仇？女何莲有啥仇啊？马队长，何家与我结了不解之仇，他们恨不得抽我的筋扒我的皮。哼，四爷的死就是何家人干的。你想一想，他与我不共戴天，怎么可能给我送银子呢？有这回事儿？马队长，你跟何家人关系不错，你可以问问他们，他们是不会对你扯谎的吧？不过我劳您受累了，帮我带一句话，我叶青
一定会杀光他们全家的。绑人就不必了吧。哟，马队长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，这位是三爷，从上海回来给四爷分赃。三爷，这位啊就是太原地面上大名鼎鼎的马队长马彪。马队长，三爷，幸会，幸会。三爷到底是财大气粗啊，初次见面就如此厚礼，马彪实在是感激不尽啊，感激不尽的。马队长，叶掌柜在太原经商，还得仰仗你多遮风挡雨，这只是一点小意思，来日方长嘛。三爷不必客气，叶掌柜以后有什么事儿就包在我马某身上了啊。那就有劳马队长了。不客气啊，不客气。三爷，马某有眼无珠啊，误会了叶掌柜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叶掌柜还请您多多的担当了啊。没关系，你是为皇军效力吗？对，我为皇军效力。那我就不打扰二位了啊。马队长，那我就不送你了。叶掌柜，您就别那么客气了。马队长，改日我请你吃顿大酒怎么样？哎呦，三爷您太客气了，那我就谢谢您了，谢谢了。慢走。哎，好好好好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这点小事儿我应付得来，你们不用担心。叶青啊，你从小就聪明过人，诡计多端，我来呢就是给你长长士气。看来这不动真格的是拿咱们当病猫了，还是要先干掉何振川。这还不容易啊，我去把他收拾了。不行，你有要事要办的。天宝在。何振川交给你了。好嘞。工作的不只是和商人打交道。焦准，鬼子来了，快走。我来掩护，快走，这不是什么好事，掩护赵云要紧，保重。彼たちは逃げました。警備強化だ。彼を捕まえろ。はい。戻れ。はい。お前。
二姑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，得在家住一段时间。你姑父也常带朋友回来，我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。秦家只有你一个孩子，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来，这也是你达和你妈的愿望。二姑，我达和我妈要是活着，他们不会怪我的。爹，娘。队长，哎，马队长，怎么是你呀？我爹、我娘还有我妹妹呢，他们怎么没回来呀？马先生，你的情报没问题啊。高峰被打死了。哦，那何莲呢？何莲、蔡奇，还有那个程月兰，跑得不知去向。那你们应该把我父母还有我妹妹放了呀。渡边队长说了，抓捕何莲的事情由你来负责。我？哎呀，马队长啊，他们已经对我产生怀疑了。再说这何莲到了太原以后，把以前的联络站全都解散了，这人员全部人间蒸发了。何莲去做什么我也不清楚，与我联系的只有黄清华一个人，他现在死了，你说让我上哪儿去找何莲呢？人蒸发了，活动不能停止。马先生，我告诉你，皇军说了，如果你抓不到何莲，你们全家都别想回来。你听清楚了没有？马队长，马队长，马队长。爹，娘，妹妹，儿子没本事救你们呢。申请了，老爷，老爷，打。我说，你这大白天弄几个人出这做甚啊？你下马圈啊？大，这是我跟振川为您跟大伯请来的，他们是保护您跟大伯的护院。护甚？我跟你大伯不需要保护。好好的家弄得跟个监狱似的，人家还以为我们发了什么大财啊，上个厕所都不方便。去去去，赶紧把人撤了。不就是舍不得那几个钱吗？好了好了，撤撤撤撤。哥，咋样？找到下家没？妈的，不知道为啥，以前和咱做药品生意的这些人，这回都不要货。那是咱家势力强，谁见了不得怕三分啊？他们是怕咱，啥势力不势力的？我现在关心的是价格。哥，你说要不咱们找个外地的客商怎么样？嗯。
定要查出这个坏蛋，为高峰同志报仇，为所有牺牲的同志报仇。以后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小心。玉兰，我大伯家的人认识你二姑吗？不认识。何振清知道这儿吗？不知道。佳琪，你火速通知各个联络点，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安全转移了，叫他们提高警惕。爸，你倒是说话呀，出啥事儿了？马彪擦黑的时候到商行来找我。他找你干什么？这小子也不知道在哪儿得到了消息，非要找我要20件货。这个王八蛋，他爸，跟往常一样，给他俩钱，把他打发走了就完了呗。这回没那么简单，他知道咱家与何连的关系。啊，那我们不成了窝藏共党了吗？他用何连要挟，我要是不给他货，他就向渡边告发我。那可怎么办呢？我答应给他货。哎，爸，那可不行，20箱货好几十万呢。哎，哥，命比钱重要，听爸把话说完呢。我答应给他货，是缓兵之计。这个马彪啊，早晚是个祸害。天川，想法子尽早除掉他。3天之内，我要了他的命。另外，见着何连，劝劝他，让他尽早离开太原。振山呐，赶紧把那批货卖掉，夜长梦多。是。另外，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让振清和你叔知道，免得他们多心。哎，爸，那我现在去。来，穿上。哼，这咋想起给我买新衣服呢？啊，你现在呀是个大老板了，穿以前那样的衣服怎么能行啊？再说看着也不像啊。哼。哎，对了，我教你那些腔腔调调都给我记住了吗？啊，叶小姐教给我的腔调，杜某怎敢忘记呢？啊，是这么说吧？对，来，我看看。怎么样？像不像一个大老板？还差一样。来，拿着。哦，这就更像了。现在谁还敢说我们杜大老板以前是个赶脚的呢？嗯，走吧。顾掌柜。哟，快看看。杜老板怎么样？哎，好。哎，掌柜的，何振山正着急找外地客户呢。看来这何家是真的着急了。杜仲，嗯，下一步就看你的了。杜仲，这可不是一个小买卖呀。我晓得，杜某我是有备而来。请顾掌柜和叶掌柜放心啊。来，带上枪，防身用。带着。好了，二位掌柜，然后告辞。告辞。掌柜的，佐藤贵男那批货到了。那货款？货款我已经按他们指定的账号打进去了。药品存放地点找到了吗？哎呀，
我正是为这个事儿着急的。这么多货得赶紧运走啊，放在哪儿都不安全啊。真是一个问题啊。三爷，我怎么咋看这都不像是工厂啊？您看看，我看也不大像，听不到机器的声响啊。华、狗蛋儿，你们俩数数，看看有多少人。能数着46个，瞎数，明明45个。你是瞎的，那个木架子上还有一个呢。哦，哎，我把他给忘了。三爷，杀害四爷和工友的，就是这货鬼子，那个当官的，正是青木。这儿的确不是工厂，是不是都得杀他个精光，为四爷和工人们报仇，对吧？没错。狗蛋儿总算会说人话。我看这应该是鬼子的物资库，搞不好又能发比洋财。发你个头！我看像是弹药库。天宝，哎，你仔细观察，看里面乱不？好的，张工。哎，你再看看发电机在哪儿，你手艺好，会一张详细的地形图。我，你沿着山路往前再走10里，看看沿途有没有鬼子的据点。是。鬼蛋。哎。你找到那条进山的沟口，啊，看看道路情况，沟口有多少鬼的把守。好，去吧。是。振清，振清，哥，这么急，出啥事了？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啥好消息？我找到一家外地客商，就住在民生饭店。是吗？嗯。见到人了？没有啊，我这不过来找你商量吗？哦，哥，嗯，要不你先去见下人，摸摸情况，探探底细。对呀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先去摸摸底。好，等着。好。佐藤先生，货款已经汇入你的账户了。我相信你的信誉。我再次的谢谢你。你见外了。120件货，我给你送到哪里？不瞒你说，我正在为药品存放的地点犯愁。是啊，一定要有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太原如今是在你们日本人的掌控当中，放到哪里都不是保险库啊。叶青，如果你放心，货品放在我的库里，需要时你随时运走。佐藤先生，不要说谢谢，就算我为反战做点事情。好，好，
进来。杜先生，有一位何先生要见你，请他进来。您请。冒昧打扰，我是富强商行的，姓何，何振山。幸会。幸会。请坐。何先生找我什么事儿？听说杜老板到太原是来采购药品的。啊，我是来看看行情，顺便探望一下朋友。我们富强有，不知道杜老板要什么货？要的都在上面。您要的货，我们都有。40件，也能满足。好，没想到贵商行的药品库存如此丰厚。货我们能满足，不知道杜老板能给一个什么价呢？你是卖货的，当然是你开价了。150万。你当我是冤大头啊？就这些货40件，在黑市上也不过60-70万，你要我150万？做买卖嘛，总得有个赚头。杜老板是明白人，那您给个价。80万。杜老板，我这可是原装进口的。100万，够意思了吧？80万，多一个子儿我都不要。杜老板，那您能付多少定金？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验货时付款。那这样，我回去商量商量，尽快给您回信。好。那好，不打扰了。再会。再会。姐，顾掌柜，何振山确有名声。结果咋样？杜仲哥给出了80万，何振山回去商量了。告诉杜仲，一定要向个外地客商。哎，顾掌柜，你去大同票号，给我支一张80万的支票出来。好，我马上就去。再去北郊仓库。租一间小库房。好。那我去了啊。张萍姐，你们那儿有多少孩子？30多个吧，还有一对日本小姐弟。那些孩子挺可怜的。是啊，玉兰。你了解叶青吗？邵成辉我都能认出他。他是哪家庙里的姑姑啊？蛮有慈悲心肠的。他有慈悲心肠，他那是猫哭耗子。他是一个土匪头子，心狠手辣，杀人无数，天下的坏事都让他做绝了。没想到到太原，他成菩萨了。月兰，我知道你为药品的事绞尽脑汁，表面上看你这么平静，其实你内心是非常着急的。我见到那个二爷就气不打一处来，但是现在为了药品，
没有办法。张明姐，别往后面看，有特务盯着咱们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你对太妍熟吗？熟。那咱们分开走，到我二姑家见。敲定。